欸，真正要搬嘞，他没给我搬了了。你拢无讲，哎，林氏，哎，林氏，林氏，哎，林氏，林氏，啊，你，嘿啊，你真正买大只哦？啊？拢无小通知一下，我拢无准备啊。嘿啊。无啦，就小块代志。哦，你讲倒三共遐济着，那是算小块代志嘞。阿阳啊，阿强啊，恁这代志拢无小讲一下，恁莫名其妙恁。嘿啊，来讲一下。好了，这小块代志啊，以后吼，阁有机会滴。无需要，无做安尼啦。对对，后摆有闲吼，阁有机会啦，对不对吼？嘿。对对。好，多谢啦，哈。多谢。你爱说你呢？哎呀，给他开门啦！春娇啊，哎，我们进来，都过来。对，进来。来，丢过来，林医师啊！林医师，你五应该回来嘞！我几点钟啊？林医师，林医师要吃回来哦！林医师要吃回来啊！哎，这嘛太憨嘛！动作要拢因家去开的哦。林医师不是叫你了要落山去啊？是谁讲的？不，看起来哈，这是误会啦。我无要落山离开啊，我是换一个所在住啦。等我这间厝吼，若是整理好，我就请大家来饮茶。林医师无要搬走啦，我真好，真好。阿婆，那个林医师。Turn away dark night. Believe love in your heart, and we feel the breath is deep and wide. Keep faith through in your hearts to feel whole. Illuminating heart. 他们就来骂我，说帮林氏找房子没有跟他们讲，害他们吓一大跳。啊，一个一个来找我，哎，差点走不出来。我就不知道到底搬家有什么好讲，不就从这条街搬到这条街吗？难道我要广播说，各位乡亲、虎肉兄弟，今晚大家好好好好好，那个林凡信医生要搬家咯，请大家看到、听到，千万别吓到到到到到。欸，你不用讲他们，当初我跟淑兰听到的时候，我们也吓一跳啊。哦，啊，林师为啥要搬家？你帮他找房子，他没跟你讲？是有啦，说什么自己的空间布置起来比较舒服啊。哦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你没有说？什么跟什么？我是在想是不是我们吵到林医师。啊，不然我是要问说，林医师不好意思，是不是因为我们太吵，所以你要搬家？我要这样问哦。哦，走喽。哎，怎么说约唱歌？都唱到沙哑了，还唱？那沙哑我比较好了呢。哎。
袂用的啦，惯食，还是摕一支钢对冰箱插入去呢。那阿妈自己还可以吃东西，是安那爱惯食啦？啊，无爱呐，我只刚好甲阿妈加吃几盖。还是说吼，你有什么食谱要调整的吼，我都可以配合啦。哎、欸，你中午要吃什么？休息了。对啊。夜市呢？外面啊。叶医师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叶医师。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，就是因为我阿妈她现在身体不太好，所以我想要问一下，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她补补身体？没有把脉，我也没有办法确定。不过照你的说法，你可以试试看这点汤药。好，灵心安神茶，补阳还。五汤，啊！你确定安尼用的哦？嘿啦，你就照安尼吃啦。这是阮慈济中医师开的药方，不是外面的偏方啊。啊，你爱记哩哦，这个比例袂当凊彩调整呢。好啦，我知啦。啊，你下晡就要去吃哦。别烦恼啦，今天晚上吼就煮给阿妈喝啦，好不好？放心了，所以可以吃饭了。嗯，我去拿钱包。好。走啦，下班啦。哎，舒兰，你最近有遇到叫贝贝吗？没有哎，怎么了？他应该上个礼拜就要来拿药了。这些老人真的是不通知就不来。复诊啊！复诊啊！我给忘了。哦，好啦，没关系。那我明天早上再打给你提醒你，这样你就不会忘记了，好吗？好，好。不要担心啦。来，你啉一嘴啦。我跟你讲哦，这是苏兰交代的哦，你若无爱啉吼，到时哦去回念，我袂替你讲话哦。有当时啊，感觉你真正听无？啊，有当时啊吼，搁感觉你只是咧甲我嘀咕尔。来，眼睛抬上。我帮你开个转诊单，周五到大林慈院去检查。这里不行吗？我怕你是肝硬化。我不是肝胆的专业医师啊，大林慈院那边设备比较齐全，看得比较详细一点。哦，哎，小贝贝，来。哦。
还没有检查，你就不要自己吓自己了。一切呢，都等到检查结果出来再说。星期五会有专车带你们到大林慈院，到时候欧妈也会陪你们下山。那到了医院，会有那边的同事带你们到诊间，一切的流程我们都会安排好。你呢，只要人到就好，其他一切交给我们 ，OK？ 先回去吧。是老家的猫，是啊，是老家的猫，对啦，是哦。老家，老家，你老婆不是回来了？我有看到她嘞。这是什么？又要送 Judy 的？也只有他可以送。算你厉害。什么？视讯画面模糊？不然我升级一个新的镜头送一珊珊给你好了。好，不过需要点时间哦。那我申请好了再跟你说，谢谢，拜拜。哪里的问题啊？哦，组长啊，是大埔啦。之前大埔是不是都是你去的？对啊，交给我就好了，那边我比较熟。那这样会不会太麻烦你？不会啦，明天我搭高师兄的车一起上山，很方便的。那我先打报告，然后申请一个新的镜头。谢谢组长。好。高师兄，别人逐天咧巡山水，啊，你逐天咧巡游水哦。今仔早要上大埔，当然嘛特别甲照顾一下啊。辛苦辛苦哦。高师兄，高师兄，我明天也要上大埔，可以一起吗？好，就让 Julie 带我们去。Julie， 我常常要上大埔啦。为了能够一路平安顺利啊，所以我给我的宝贝爱车啊取名叫 Judy， 就是要平安顺利。好。不过什么？明天应该会很精彩。啊？哎，再叫你爸看一下，如果要到先跟我讲。哦，好 ，OK。哎，要到线，要到线。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再叫阿弟，还好吧？没事，没事。阿祖妈开门，大佬起来啊！等你们坐车佚佗啦。啊，等下要去休息站遐坐车哦。好啦，谢谢啦。林大哥，啊，你食饱去长青街遐坐车哦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
我拢准备好啊、哦。真的、哦，等下车就来给你载哦。好。好钱组长，给你的。给我的？这是什么？吃的。吃的？巧克力啊。嗯。等等就吃哦。哦。车药，郑家，我这晕车药，你要不要先？啊，先吃一下好了，待会下饭舒服一点。我先开车了。哦。哦，车来，车来哈。车来。哇，高师兄，我今日事情较济，都要麻烦你啊呢。没问题啦。谢你，谢你。你的健保卡给我，我来登记哈，先用电话给你预约哦。好，小心哦。哎，乔贝贝嘞？不知道啊。他没有去桥头跟你们会合吗？没有哎。来，健保卡。哎，谢谢。来。有吃吗？没吃。来。欸，你去赵伯伯因家看一下，看看是什么状况啊？好。嗯，好。啊，他钱就这样给你拿走？要是你觉得不该念，我们就去给他报警啊！你现在这样子哦，要死不活的，饭也不吃，话也不说啊，生病也不去给医生看。请问一下，你到底是要惩罚谁？哦，你们来的正好了哈、哦，看是要给他骂还是给他劝哦？赶快让老焦清醒一下了。嗯，焦贝贝。我们很担心你耶。对啊，焦贝贝，你不要这样啦，你要先把自己顾好，才可以为以后打算啊。焦贝贝，你还有我们呢。好了，算了算了，我跟你讲哦，让他一个人先静一静了啊。这样子啦，哦，好好想清楚，啊！哎，爸爸，有些事情哦，也要他自己想开一点啦。哎，现在就让他一个人静静也好。啊，你们哦，不用烦恼了，这边哦，我会帮忙注意啊。我都想这么多了。喂，姑姑。喂，苏兰哦，啊，你有较熟悉医生无啦？怎么了？啊，跟阿妈讲话吼。伊敢拢听袂着呢，啊，较早听着声吼，佫会甲阮看一下。啊，即摆吼，即摆较叫，目睭拢无神呢。阿妈没有反应了，
好，我先问一下我学姐，等一下打给你哦，哈。乔贝贝，村办公室送的便当你都没有吃哦。乔贝贝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别人不心疼你，你也要心疼你自己啊。听我告诉你嘛，不必再给我送餐了。我这人生这样就够了。乔贝贝，你不要放弃好不好？乔贝贝，我们会陪你，我们一起加油。爸爸，没意思，这人间没意思。哦，怎么了？我打给林医师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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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桌上的药你帮我拿一下。谢谢。还好吗？没事啦。我就是想到焦贝贝还有我阿嬷，真的太焦虑才有胃痛。你阿嬷？嗯。阿嬷怎么了？就认不得人啦，但失智症本来就会有这个阶段，只是没想到会恶化这么快。然后焦贝贝也是突然病倒的，所以我就很担心我阿妈，她会不会就要不要请假回去一趟啊？请假回去，那焦贝贝怎么办？还有我在啊，而且翁爸翁妈也在啊，没事啦。先等等好了啦，我姑姑现在带阿妈去看医生，我先等一下他们的消息，不然我现在回去，我也不知道我可以帮什么。还好我们的约快到了，等调回嘉义。你就不用担心顾不到你阿妈。调回嘉义，那大婆怎么办？你要续约吗？你要想清楚哎，一旦续约就是一种承诺，一份责任，你能继续承担吗？总是有办法可以克服。我帮你扎百会穴啦，嗯，安尼较好睏。好，谢谢医师。别客气，别客气。大埔医疗站，你好。车祸病患欧卡收到大埔911。车祸病患欧卡，五发。
去帮林医师，我准备消毒器材。大家过去那边，等一下白城要过啊。那边坐。病人，我卡。准备强心针，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准备换手，1、2、3、4，准备电极，50焦，50焦 ready， clear， 150焦，150焦 ready， clear， 200焦，200焦 ready， clear。好，准备啊！来，电波卡。可以。来。谢谢，谢谢。彩虹姐。来，电波卡。好，谢谢。来，电波卡。12:01，病患死亡，通知家属。好，我们收一收吧。舒乱，你还好吗？阿伯，你免惊，对念佛机做会量，佛祖会来接你。我接到电话，这是你父亲吗？你可以跟他说说话，不急哦，慢慢来。
有带手机吗？家里还有谁？妈妈在吗？在。打个电话给妈妈，再打电话给张医生，让他们来接爸爸。我不知道电话。顾律师知道。一切都会好的。人生有时候真的很无常哈。你还好吗？蔡淑兰，是急诊吗？没事啦，刚刚我不小心把闹钟弄掉了，不好意思哦。哦，那我继续睡喽。嗯，晚安。晚安。哎，苏兰，还好你还在。你找我？嗯，我有一些事情想要问你。尽管问，保证知无不言。就算我不知道，我也去帮你问清楚。好，就是这里除了公车以外，还有其他的办法可以下山吗？你需要下山哦？没有啦，不是现在。就是因为我阿嬷啦，她现在身体不好，然后年纪又大了。我是想说，如果有紧急状况的话，需要马上下山。这样子哦，我们这边是可以叫计程车啊，但你知道山上车子不多，我们都是要预约的，恐怕是不能随叫随到。哈，但是你不用担心，如果你真的发生什么紧急状况的话，叫我，我保证开车带你回去。你不用上班哦？请假啊，怎么样？够义气吧？
啊，如果真的不行的话，还有翁爸跟阿庆啊，他们一定会帮忙的，你不用担心。啊，如果连他们都不可以的话，还有当大哥跟熊哥啊，哦，那个卖面的，他们家有货车，还有翁爸的儿子阿兵啊，而且乡长哦，应该也不是问题。被你讲的好像全村的人都可以当我司机一样。那是当然的咯，哎，你上赛替我们服务哎，我们当然千金回馈啊。真的假的啦？真的啊。你不用太担心啦，下山的交通哦不是问题啊。你感觉不是很开心哦？要不要去唱歌？跟你？不用了，谢谢，我先走了。哎。干嘛这么开心？你猜这个礼拜是哪个医师上来值班？陈世奇。江瑞坤。对的。那林明南、李义达、黄威德都不是。随便啦，反正谁来还不是都一样？他们来只会昂扣啊，没有急诊也不会出手，所以有差吗？这次不一样哦，这个礼拜来的是肝胆肠胃科冯医生。那乔贝贝啊，哦对哦，这样就可以看看乔贝贝耶。但我们是要乔贝贝挂急诊吗？你觉得他会听吗？而且这样有点欺骗医师耶。那不然咧？你觉得他们假日来值班的医师通常都在做什么？写论文、赶报告、还有整理病历资料。那你不觉得来大埔一趟把自己关在宿舍里面太浪费大好时光了吗？所以咧，所以我们应该当导游啊，带他们感受一下大埔的自然景观跟人文风光。还可以去乡民们家坐坐，然后顺便教他们一些保健知识。王医师，你在写论文呢、对对啊。去那边坐船看风景哦，然后啊，这边全部都可以看得到萤火虫哦。然后这里是白马亭，王医师他是大林慈院肝胆肠胃科的医师，他今天上山顺便来看看你。我这烂命一条，何必呢？哎呦，人来都来了，回去吧，别在我这浪费时间了。焦贝贝，这不浪费，你值得。那你们坐，我走。你到底想要怎样？每个人都想要关心你，想要帮你，但你却这样自己糟蹋你自己。你这样对得起我，对得起佩瑶，对得起翁爸翁妈吗？还是你真的以为大家每天都没事，就为了求你，拜托你好好照顾你自己？我们就只是想要你好好的活着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能配合？你一直要说你自己是烂命一条，你自己都放弃你自己，那你要别人怎么做？
你知道吗？我丢下我阿嬷，我就是怕你想不开。你可不可以为了我，为了大家好好想想，让我们安心一点？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不是为了自己而活，你要为了你爱的人，还有爱你的人负责。现在你爱的人辜负你，那我们呢？我们这些爱你的人怎么办？如同的人，我自己不愿意活，为什么还揪着我不放呢？啊！我不管，我就是不会放弃。如果你不想浪费我时间的话，我拜托你好好照顾你自己，这样我以后就不会再管你了。舒兰，舒兰。舒兰，先回去吧。要不要请假去做个检查啊？不用啦，反正不紧张就不痛，检查没有用啊。你哦，好啦，不然今天晚上换你顾手机。我错了，顾着手机根本不用睡，是吧？老板娘，不用吸管，谢谢。都可以啊，这里太容易遇到同事了啦。我们又不是做贼的。办公室恋情不可取，谁知道我们以后会分手？我不会啊。我可能会啊。哎呀，赶快开车啦！哦。讲熟人甲配合拢要落山，那安尼医疗站后摆是要安怎？希望这个医疗站会当留落来，新来护理师会当适应。这法院寄来的，伊去贷款，你甲做保呢？你敢若受到你兄弟情？啊，咱倒咧？那真正出代志，我会担啦。天哪，这也太黑了吧！Before sun